大家好，我是爱烘焙的星星。今天我要做一款长崎蛋糕。长崎蛋糕是非常经典的蜂蜜蛋糕，但今天呢，这个配方有一点点小奇怪，只用到了这么几种原料，没有牛奶，也没有油。但是不要紧张，放轻松，好不好？毕竟搞砸了，我们还可以换个配方重来。来看看这几款原料吧。好了，这款配料极其简单的长崎蛋糕就做好了。虽然说丑是丑了点，但是味道还不错，蜂蜜的味道很香甜，你也来试一下。